我们上一次讲到角动量守恒，那么一般的角动量呢，它的式子啊，我们用向量的话，它是等于 dL total over dt 啊。那么我们取它的 z 轴，就是转轴方向的 torque， 它就等于 dLz over dt。 而 dLz 呢，它很特别，它是等于 I omega over dt。 好，你们不要再讲话了哈，不要再讲话了，那个讲话给人的印象很不好啊！将来录影你们都看到，你们在讲话，上课讲话都是野鸡大学的一个特点啊！越是野鸡的大学，它底下讲话越多。好好的大学，没有上课，没有人讲话了。好，这个是特别对转轴来说的哈。那么我们一般在普通物理的阶段呢，都是对转轴这个方向的torque z。 那么 torque z 就是 z 方向的 torque， 如果受这样的一个 torque， 那么这个系统就等于说你有力啊这么绕哈，朝这个方向，那就是你要向这个方向推，它就这样转，像这个方向推力矩啊，就是这样的力矩 ，OK， 啊，你要把这个向量要熟悉它哈，要熟悉它。好，那么我们说，上次说，如果 torque z sigma torque z 等于零的话，那么I omega 就等于常数。好，这个就是动量守恒啊，角动量守恒。好，因为这个是保持常数，那么有的系统呢，它的 moment of inertia 会改变，那么会改变的话，它的 omega 就会改变哈。也就是说，如果 I 变大的话啊，则 omega 就变小；如果 I 变小，则 omega 就变大。那么我上次有举例告诉你们哈，像花式溜冰的选手，他为什么会停下来会转得那么快，他就是把手脚收缩以后啊，使得他的转动惯量变小，所以他的欧米伽变大。那么我们本来可以表演哈，但是这里距离我们实验室太远了哈。我们有一套仪器，就是一个椅子会旋转，你坐上去以后啊，你手拿两个哑铃，我让你这么转了以后呢，你不是在旋转吗？有一个角动量。当你把手拿收回来的时候啊，你转动惯量变小了，那么角动量就变大，角速度就变大哈。那么这个在台北的科学馆建中对面有一层楼，上面有一个木椅子哈，木椅子呢，它脚底地上摆了两只哑铃，我们练身体的哑铃啊。那要干什么呢？就是让你做这个实验。好多人到那里以后啊，拿起哑铃就拼命举哈，练身体哈。那不是让你练身体，那是要让你坐在椅子上，
拿了哑铃啊，不管你是先这么拿还是先这么拿，你的同伴帮你转了以后，比如说你先这么拿，你转了以后，你把手伸出去，哎，你转的速度就变小啊，你原来是这样子的啊，转的速度比较小，你收缩回来以后啊，速度又变大啊，你再伸出去速度又变小，是让你体验一下这个脚动量守恒啊。你改变转动惯样的时候呢，欧米伽也会改变啊。那么听说这个我是没看过，台中的科学博物馆也有这么一套仪器，所以下一次你们去参观的时候啊，千万不要出洋相啊，把哑铃拿起来拼命举啊，在你女朋友面前拼命举啊，那就变骚包了啊。啊，好，那么还有什么例子没有呢？就是我们上次不是举了这个跳水啊、溜冰，还有空中飞人，对不对？好，现在我们要看这个我们一般也可以做实验哈。前几届好多届以前我就跟他们讲了，因为我们的普通物理实验呢是三段式，第一段是实验训练啊，基础训练，第二段就是实验设计，你自己要设计，第三段叫做实验创作。实验创作是啊，也没有给你讲义，什么都不给你，你自己想，你有什么想做的、想知道的，那你就可以呢，设计好这个实验，跟物理实验室助教或者老师谈好，啊，你要什么仪器，尽量替你准备，那你就可以进行你的实验。好，那我很多很多届都没有做了，好多好多届都没有做，那我就提供他们一个实验的题目。我说这个，我问你们了，如果一只猫啊，你抱在手上，让它四脚朝天，你突然一放手，这个猫不是掉下去吗？它几只脚落地？几只脚？那答案都有了，有的说就背落地，有的说四只脚落地，有的说三只脚，有的说两只脚，有的说一只脚，反正你通通答了哈。到底几只脚？我们想一想看，它可不可能背落地呢？除非是死猫哈，活猫的话它很机灵的哈，它不会背着地。然后可不可能四只脚落地啊？如果一只猫它像这样子，它本来是这样子，你让它落地的时候啊，它受的就只有这一个重力，这个重力正好经过它的直心啊，那它的转轴呢是这个转轴，它起初对转轴来讲它没有转动啊，它没有 angular momentum， 没有 angular momentum， 然后它 悬空的时候，它哪里会可以产生 angular momentum 呢？它没有要变成有，它一定要有一个 external torque， 这个不会产生 external torque， 所以它不会产生这个脚动量的改变，没有就是没有啊。那它怎么办呢？这个猫要救它自己怎么办呢？它有一个办法，就是啊，后脚往这个方向转，前脚就往这个方向转啊，两个脚动量正好相反啊。如果这个脚动量跟这个脚动量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话呢，就可以使这个 L 变成零，对不对？啊，不是
有变成，就原来是零，它就是零啊，它不会改变啊。所以呢，它一定是前脚往这个方向转，后脚就往这个方向转。那我问你，它这样转的时候，可不可能四只脚落地啊？可不可能？啊，你把猫拿来扭扭看，这一扭，会听得咔嚓一声，啊，脊椎骨就断掉了，不可能，啊，不可能。那么它一定是啊，它后面哈、啊，猫要看它后面，那很好的猫啊，它这个尾巴很长哈、啊，它尾巴也会甩啊，啊，所以它尾巴甩的时候，这个脚动量很大啊。那么因此这个前面的脚啊，前面也就要变大啊、哦。所以它可能就是两只脚落地，两只脚。如果差一点的猫，它打架把尾巴给打断了啊，那它转的时候不能转得那么厉害，它一只脚落地啊。到底几只脚啊？凭这么讲还是不算呢、啊？你可以去做实验呢、啊，啊，我说你们可以去做实验啊，我们。实验室有那种照相机啊，以前老的是一分钟，一秒钟闪60次啊，哒哒哒哒哒，好快啊！那你可以抱一只猫，我们学校猫好多啊，啊，猫了、猴子了、狗了都很多啊，啊，你可以，你看看，平常就注意看看哪一只猫啊最机灵、最调皮哈。啊你就跟这个猫打交道啊，你就常常吃便当的时候留一些东西给它吃，然后熟了以后呢，你就可以抱它，对不对啊？抱它以后，你就在它脖子上抓一抓哈、啊，它就会睡着，还会打鼾的哈、啊。好，那你跟它大概这么。好好相处2个月就好朋友了哈、啊、你哪一天就把他抱到实验室来哈、啊、我们照相机就给你准备好你几个同学在一起嘛哈、啊、一个跟他最好的就是一直给他抓痒嘛哈、啊、他睡得这个很沉的时候哈、啊、大家都准备好哈、啊、房间漆黑的好、啊、一放啪啪啪啪就照你看他几只脚落地了？我讲了不晓得10几20年，没有人做，啊，没有人做，啊。后来我在那个《牛顿》杂志啊，那时候刚刚发行不久啊，有一期他就做了这个实验，啊，做了这个实验，有这个照片出来啊。你要是做的话，不就可以登到《牛顿》杂志吗？对不对？啊，那么我们讲的很多东西啊，你都可以去做实验哈、啊。像我说过，像这个 Sigma F， 跟这个很类似的啊 ，Sigma F External。它是等于啊 ，D M V over D T， 好，它就等于这个系统的总质量乘上 C M， 对不对？我说过，如果像黑板擦，我这么抛射出去，你看黑板擦一定是连移动带转动，你看里头的指点呢、啊，它的轨迹是你看不清楚是怎么。做一个简单的运动，但是它里头有一点就是直心。假如我们把质量当作都集中在直心的话，这个直心是服从牛顿第二定律，好像一个直点抛射出去，它是做抛物线的运动啊。那么你这黑板擦一抛出去以后啊，它连翻带滚的。这是所有其他的指点，但是直心呢，它是做这样的运动啊，这也可以做实验啊。你可以拿一个东西啊，
先把它的执行位置测出来啊，做一个标记啊，然后在实验室丢一下照相机啪啪啪照，你看看它的轨迹是不是一个抛物线，你可以在这个点上面特别做一个反光的这个装置哈，有灯一照上去它就发亮，会发荧光的，照起来就很清楚啊。有很多材料，你们上课仔细听的话呢，那么你就会做这种实验。如果你能够设计出这样的一个实验，那你的分数一定很高，实验分数很高啊！不但实验分数很高，我想你的物理分数也会很高，因为你很用心啊，你会去体会你所学的东西去运用啊。那所以我在这里也是勉励各位啊，你上课要来上啊，你不要不来上课啊，你躲在家里干什么？躲在宿舍干什么？啊，躲在宿舍干什么？在孵小鸡啊！你就来上课嘛，上课仔细听嘛，啊。好，那么我们现在再讲一下这个的应用，在日常生活里面呢，它的用处可大了。好，你看，我们再把这个写一遍 ：sigma torque external 要等于 dL， 我们就写 total angular momentum 就好了。这里不要写 total， 就写 L。好，如果有 torque 的话，这个不等于零 ，angular momentum 一定改变。啊 ，angular momentum 不改变的话呢，那就是 external torque 要等于零。好，那么我们说这个 angular momentum 如果是绕一个对称轴，或者我们称它叫做主轴，这个地方旋转的时候啊，绕主轴。主轴转的时候 ，angular momentum 是等于 I omega， 啊，我上次说过，如果不是主轴，它不是这样走。好，我们现在拿这个脚踏车，你们都会骑脚踏车吧？会不会？有没有不会骑脚踏车的？有啊，有啊。有的人哈，一生都不敢骑脚踏车，我想大家都会骑哈。脚踏车的车轮呢，它的轴就是一个主轴，就是主轴哈。我们画一个来看看，脚车的车轮，这么转的话，它的欧米伽也是朝这一边。它的 angular momentum 也是朝这边，这个时候这个轴就是主轴，也就是对称轴啊，对称轴。当这个车轮绕对称轴转的时候啊，这个 L 跟 omega 始终在一起，始终在一起。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 torque 我们假定这个。轴承上面没有摩擦力啊，嘉宾，理想的一个轴承没有摩擦力。那这个时候啊，这个脚踏车它就不是，这个脚踏车啊，我们当作它的 angular momentum 跟 omega 都保持常数啊，你再往前骑啊，就是这样保持常数。我问你，你现在要拐弯你怎么拐？脚踏车怎么拐弯呢、啊？啊，怎么拐弯？很简单的问题啊，我龙头一掰就拐弯嘛。你回去掰看看，你先戴安全帽啊，你骑这么一掰你一定摔。他不是叫你掰龙头
拐弯，不是，他绝对不是。他是怎么样呢？他靠你身体的倾斜哈，你比如说你往这个方向前进啊，你身体往这边倾斜，那就等于这个轮子受一个 torque， 一个力矩啊，这样子的力矩，这样哈，你 angular momentum 是朝这一边，对不对？你现在力矩，这样的力矩是朝这里，那么力矩跟 angular momentum 垂直，如果垂直的话，这个力矩就不会改变角动量的大小，只会改变角动量的方向。就好像我们做圆周运动的物体啊，它的向心力是跟速度成直角，对不对？它不改变速度的大小，只改变速度的方向。这个也是哦。好，一个转动惯量本来是这个方向啊，这个方向，你上一个力矩朝这边，那这个角动量的方向就要改变了。角动量这样改变，你的轮子就要怎么样？往这边转，对不对？往这边转，因为它 omega 跟 L 始终同方向，所以角动量就往左边转弯。你要向右边转弯的话呢，你身体就向右边斜哈，向右边斜 ，torque 朝这里啊，它 angular momentum 的话就朝这里啊。angular momentum 来说在这里哦，啊，那你现在呢？受一个力矩朝前的哈，因为你这样翻嘛，朝前，它 angular momentum 是改变方向，这样子改变，所以轮子就拐过来，哈，你回去可以体验一下，慢慢体验，不要太急哈，绝对不是，你的手只是扶着龙头而已哈，扶着它。哎，免得他碰到石头什么东西哈，你控制不了就摔了。这是脚踏车拐弯，那就问你，三轮车拐弯怎么拐？三轮车怎么转弯？有没有坐过三轮车？你还很小很小，坐 baby 的时候坐过，你现在再去踩那个大的三轮车啊，我保证你不会踩，保证你不会踩。我有一次在高中啊，抱着我一个妹妹哈，出去散步。那时候我同学有一个家里是踩三轮车的，他好十几部三轮车摆在路边啊，那路的那边就是个运河啊。我就把我妹妹放在车上面，就踩三轮车，一踩，三轮车就往河里面冲了。要拐弯，怎么拐都不行，因为我还跟骑脚踏车一样，你这样子弄，这三个轮子四平八稳，你这样子甩有没有力矩给他？没有力矩啊！三轮车怎么拐弯？还好我那个同学看到了，从里面哇哇叫啊，一路出来就把我那个三轮车给拽住，要不然我就冲到河里去啊！今天你就不是上我的课了哈。那么三轮车怎么拐弯呢？就硬掰了，龙头就是硬掰啊！你只要不要掰得太凶的话，不会翻了哈。你掰太凶你也会翻，你掰个90度看看啊。所以你今天上完了我的课，你就会踩三轮车了啊！好，那么这个是拐弯的时候啊，脚踏车拐弯。看，有的人脚踏车不要龙头，你知道吗？他手不扶龙头就可以走啊，就可以踩，也可以拐弯。他靠什么？就是靠身体，给他 talk 啊。给他这个 talk 往这边转，给他那个这边的 talk 就往这边转弯，好。假如你的脚踏车啊，跟别人产生这个碰撞啊，转完了以后啊，你看那个轮子哈，
这不是绕主轴转，绕主轴转的时候，你看那个轮子啊，它转起来就是一条线。你看那个脚踏车店的人或者摩托车店的人替你装轮子以后，他只能让它转一转，然后看一看，左看右看，他在看什么？看轮子漂不漂亮吗？啊，不是，他看这个轮子转的时候啊，是不是绕主轴在转？就说你看起来那个轮子是不是一条线，正中间的时候，如果不是绕主轴转，就是你这个轮子变形了啊，它也不会绕主轴转，或者你这个轴没有装好，也不会绕主轴转，啊，那那个时候轮子有什么特点？啊，就是这样子，对不对？啊，有你有没有看过人骑脚踏车，脚踏车后面轮子这样子的？有啊，以前，现在大概很少哈，啊。以前我在念成大的时候，都骑脚踏车啊，老是常常看到那个脚踏车这样转，人在上面就是一直抖啊哈。你赶快送修啊！为什么？因为你这个方向会改变，一定会有 torque。这个 torque 从哪里给啊？轴承给的，那个轴承给你的 torque 啊。你如果绕主轴转的话，轴承没有 torque， 可以，它可以保持很久很久都不会坏。如果一有 torque 的话，它磨损很厉害啊，一下子就坏掉。当然，脚踏车现在普通脚踏车很便宜了，坏了就算了，坏一台。但是如果哪一天你家里有开工厂哈，有机器上面有飞轮，你装飞轮的时候可要看看准了，一定要让它绕主轴转。如果它没有装好，它转起来是这个样子的哈，那这飞轮就很快就坏掉。那飞轮坏了，不是几百块、一两千块可以打发的哦，那很贵哦，哈，所以这个要特别注意 ，OK？ 啊，你骑摩托车也是一样的哈，觉得这个会抖，赶快送修，不要以为这个抖一抖蛮舒服的哈，就让它抖下去算了啊，那个不好哈。好，我们现在先举一个这样的一个例子哈，来举一个计算的例子给各位看。我们不去仔细计算，我只是说一下哈。比如说，我们有一个人，就是我刚刚讲的哈。他拿了哑铃，啊，一个人，他手上拿了两只哑铃啊，然后呢，他站在一个圆盘上面，这个圆盘呢，啊，他转的时候，圆盘也跟着转，圆盘也跟着转。好，起初有一个速度啊，起初这个圆盘呢有一个欧米伽零，那这个人跟这个哑铃啊，这个人跟这个系统会有一个转动惯量 IA， 哑铃的转动惯量两个在一起算 IB 啊，然后呢这个人就把手啊收回来了啊，收回来了，手啊，收回来了啊。比如说这个距离是 R0， 收回来以后这个距离呢变成 R， 变成 R 啊。那么这个是 Omega 就变了啊， IA 没有变，但是 IB 变了啊，因为它这两个比较近的啊， IB 变了。那我问你，这个 Omega 等于多少？ Omega 等于多少？那你现在就看看能不能用运动学做啊？运动学就是说，假如它是等加速运动的话，
等角加速运动 ，Omega 就等于 Omega 零加 Alpha T， 对不对？但是我们不知道它的角加速度啊，所以不能用运动学。那么这个时候啊，我们可以用这个式子，你就看看这个式子啊，我们就用这样的式子 ，Top Z 等于。D I Omega over D T， 那你先看它有没有受到 Top Z 呢？那你就把这个人这个系统的外力都画出来，画力图是最最重要的哈。我们整个力学都在画力图，啊，你把个力图画出来，啊，看一看。他这个时候有没有受到 Top Z？ 啊，这个人的重力啊，哑铃啊，哑铃的重量啊，人的重量经过转轴不会有 Top Z 啊。这个时候 Top Z 是这个方向哦 ，Top Z 这个方向。你哑铃是朝这里啊，哑铃啊，人在这里，哑铃朝这里 ，R cross M G 朝这里，它不朝这里，不是朝这里，朝这里的它不是让物体这么转，朝这里它不是让物体这么转，这个轴不是转轴，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的 Top C 等于什么？等于零啊。等于零的话，那么就是 I Omega 要等于常数。那么碰撞以前的，碰撞以前，它的 I 是 IA 啊，加上两倍的 IB 乘上 Omega 零啊。要等于这个 IB prime 好了哈，要等于 I 是不变哦，啊 IB 变，乘上 Omega， 啊，那你就可以去 Omega 这些啊，都知道啊，因为你距离知道啊，啊，你可以去 Omega， 你发现这个时候的 Omega 变大。啊，因为 I 变小嘛， Omega 就变大了，角动量守恒，但是它的动角动能并不守恒啊，你不妨去算一算看看啊，它张开起初的动能就是啊二分之一角动量乘 Omega 平方了哈，就是这边的角动量，后来就是二分之一那边的乘那边的角动量乘 Omega prime 平方，能量不一样，这个能量为什么会不一样，动能为什么不守恒，角动量却守恒呢，什么原因呢，什么原因呢，你的手把它放下来，有没有位能有没有减少？位能有没有减少？啊，位能减少，或者说你把这个物体抽回来，抽回来的时候啊，哎，你也要用力啊，要做功啊，你内力在做功啊，啊，做功的话就会消耗能量啊 ，OK。那么或者是说你放下去的时候有位能减少，位能减少会增加动能啊，那么这个能量啊不一样啊，不一样，好，那么你们习题上有很多诸如此类的题目啊，我就不再多讲啊，假如说一个圆盘有一个人在中间站在中间，
这个时候开始转，开始转啊，转的时候啊，他就往这里跑，跑到这里来的时候呢，啊，跑了一个距离以后啊，他的欧米伽变成这个，欧米伽改变了。这个时候，他跑到这里来，这个系统的转的波量是增加还是减少啊？增加还是减少？转的波量跟质量成正比，跟距离的平方成正比，所以这个距离不是人，这个距离不是增加了吗？对不对？圆盘在转，转动惯量不改变，人改变，因此这系统的转动惯量增加，角速度就变小了啊！好，你回去啊，考虑哈，你的很多题目你可以用这样方法来做哈。好，我就不再举例了。现在我们看一个东西叫做陀螺，它陀螺。陀螺，有没有玩过陀螺？有没有玩过？现在都不玩这个了，现在都是拿什么电动玩具哈，在玩，在打架厮杀哈。以前拿电动玩具还养什么电子鸡哈，啊，到时候还要喂它吃，不喂它吃它还会叫，几天不喂它就死翘翘啊。玩这个东西，以前我们小时候没有这个玩，玩泥巴啊，斗蟋蟀啊，玩陀螺。陀螺是什么样的东西啊？陀螺就是一个对称的东西哈，像这样的。大陆的人玩的陀螺跟台湾玩的陀螺不一样哈，大陆的人的陀螺通常都是这个样子的。对称的，我画的不好哈，这个轴啊是它的对称轴，然后呢，我们就拿绳子啊绕到这个地方，绕好了以后，这个绳子绑到一根竹子上，然后一抽，哇，陀螺就在地上转转啊，陀螺转得很快的时候啊，它是竖起来的，转慢的时候会变成什么样子？会变成这样子哈，一边转一边好像要摇摇欲坠的样子啊，然后呢，你可以拿这个鞭子啊去抽它啊，顺着它这个方向抽，它会越转越快，越转越快又竖起来，啊，所以你不抽它就倒下来，你抽它就跑得快，所以陀螺另外有一个名称叫做箭骨头啊，啊，一定要人家揍它哈，鞭它它才会跑啊。好，这是陀螺。那么台湾小孩子，我小时候也玩过哈，陀螺是这个形状的。这里做一个好像箭头一样的东西哈，大概没有这么尖，但头特别大。好，玩的时候就拿一个铜钱，一个古时候钱当中有个洞嘛哈，他就把绳子穿过去，然后绕到这里，绕好以后呢，钱就卡在这个手上，就这么丢下去哈，丢下去就顺便把这个绳子抽回来，陀螺就在地上转啊。那么在大陆玩这个就是各玩各的，各自己抽自己的陀螺，这里不是，这个地方就是，好，换一个圈圈哈，几个小朋友，啊，哪一个，什么规则我记不得了，反正有一个陀螺就先下去，在这个圈圈里面，那其他的小朋友就拿这个陀螺往他的头上扎哈，
这个箭头啊要扎在这里啊，技术最好的是一扎啊破成两半啊，当然没有办法扎那么准了、啊、所以陀螺你就停下来你一看啊，它那个头上都是坑坑洞洞，好像拉力头一样啊，这是台湾的玩法。但是有一个共同点，都是它转得快的时候啊是竖起来的，转得慢的时候它就摇摇欲坠。好，现在我们来看，哎，照理说它如果不是竖起来的话呢，它应该是倒下去才对啊，是不是啊？如果一个陀螺是这个样子的，已经到了这个转到这个地步，我就画的吧，画尖一点。好，这个是一个轴啊，我把这个轴画这样子好了，这个轴呢画成这样子啊，三个互相垂直的轴。那照理说这个陀螺它的直心如果在这里，直心跟转这一点的距离叫做D。陀螺是什么定义呢？就是说它是对称的，它转动的时候啊，角动量跟欧米伽是同方向的，同方向的，因为它是对称轴嘛，哈。那照理说它受一个 torque 的时候啊，它应该就倒下来啊，对不对？如果你把个陀螺不要让它转，就这样子放的话，它会受一个 mg 的力，这个 torque 就倒下来，就倒下来了哈。陀螺就是对称的东西，但是它绕的轴呢，有一端是固定在这里，一端固定了哈。如果两端都固定，就不叫陀螺，它叫做回转器啊，两端都固定啊。只固定一端绕着这个地方转，这叫陀螺，但是它不会掉下来，但是它不掉下来会怎么办呢？这个陀螺就是这一边转一边绕圈圈。为什么会绕圈圈呢？就是我说过的，根据这个定，因为你受的 external torque， 现在的 external torque 是什么？这个式子还是保留哈，还是有用。现在的 external torque， 你把它的力都画出来嘛，这一个力，然后这里有一个 normal force， 力图一定要画哈。以后你在考试的时候，图要画，图不但要画，力图还要画出来。你画的时候不要画在考试卷上面，你要画在你的答案卷上面。有的同学就画在考试卷上，结果没有交上来哈、啊，那等于白画了哈。这两个力对这个轴来讲，只有这个有力矩，对不对？这个没有力矩，所以它的力矩啊就等于 D cross mg。如果这个角是西塔角的话呢，那么这个 external torque 的大小等于什么呢？它就等于 D 乘上 mg 再乘上哈，我们把这个延长，就是看这个角 D cross mg， 这个角是什么？是这个角的补角啊，一
180度减西塔，这是西塔嘛，这也是西塔嘛，啊，所以它就是sin西塔。第二象限，啊，角，它还是，就说它还是sin西塔，这是它的大小。方向呢？方向是跟这个都要垂直啊，跟这个向量，这个向量要垂直，那就是跟这个面垂直，啊，跟这个垂直哈，这个垂直跟这个面垂直就是什么方向呢？就是绕着这个地方转的方向哈，就是绕着这个地方转的方向。OK， 通常我们把这个当作 x 轴，这个 y 轴，这个是 z 轴的话，这个方向哈，绕着这个方向，这个方向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来表示哈，在三度空间笛卡尔坐标啊 ，x 轴啊，跟这个啊，我们以前不是讲过笛卡尔坐标吗？你有一个点在这个地方的啊，这个啊，这个是西塔啊，啊，跟这个垂直的角就是 phi 的方向，就是 talk。于是这个角动量就要改变了，只改变方向，不改变大小啊。啊，它改变方向，它就怎么改变呢？它是这样子的，我们再画一个，单单只有角动量。单单只有角动量，那么这个时候，好，角动量在这里，好，它改变方向，这个画的不够显著，我把它画到这个地方来，画高一点。好，这个是角动量 L， 就是这个啊，角动量啊。好，它现在是跟它垂直的方向，那就是它等一分钟就跑到这里来，就是说它的尖端呢，它的尖尖呢是在这个圆周上面运动，在这个圆周上面运动啊，尖尖就在这个圆周上运动。那么这一段就是它的 delta L， 从这里到这里就是它改变的 delta L， delta L 啊。好，那么我们把这个跟这个夹角，我们称它叫做 delta phi 啊， delta phi。 那么这个角呢，还是西塔啊，就是 angular momentum， 这条线跟它夹角是西塔。好，那我们从这个图上面呢，你可以看到一个关系，就是这个是 r 啊。好，我们知道 delta l 就是这个向量，这个长度可以，因为很小很小，可以当作是弧长了。它就等于 r delta phi 啊。那么这个 r 是什么？ r 是这个直角三角形的对边呢，啊，它就等于 l angular momentum 乘上 sin theta 啊， angular momentum 乘 sin theta， 然后乘上 delta phi。 啊，我们把这个对时间来 delta t 来除，然后呢我们写这样子，等于 limit delta t approach is zero 啊。那么这是 r delta phi over delta t， 哦， delta t
把二十常数拿出来，这个 take limit 就变成 dphi over dt， 我们定这个 dphi over dt 叫做 omega， omega 啊 delta l 啊，它的方向啊其实跟这个是同方向啊，我们可以说这个跟这个就是同方向啊，用这个方向啊，我们说这个它就等于好 R 是什么啊， R 它就是等于 L sin theta 乘上 omega 啊，那现在我们 torque 是等于这个 dl over dt 等于这个，我们把这个式子带到这里来啊，好，我们带到这里头来啊，我们再写一遍好了，因为这个等于 dl over dt， 所以我们就有啊 d 乘上 mg sin theta phi 的啊，要等于那一边 l sin theta sin theta omega 哈 ，omega 我们可以把它本来是这样子的，我们把它写成大小乘上方向，啊，这个 omega 就是这个方向。它方向还是 phi 的方向。好，从这里头，我们把 sin theta 约掉，所以我们就得啊，它的 omega 等于什么呢？等于 l 分之 d 乘上 mg。那也就是说，这个陀螺的头啊，它绕着这个轴在转，这个叫做什么 precession？叫进动啊，这个是 precession 啊，进动的角速度。运动的角速度，好 ，OK， 好，那么就是这个哈 ，Omega， 好，那么我们也可以把这个式子啊，当做一个，我们可以用向量来表示。用向量表示，这个是什么呢 ？dmg 啊 ，dmg 啊 ，sin theta， 我们把这个量其实啊，它就是把这写到这里来，它是等于 talk， 本来就是 talk。D cross mg， D cross mg， 方向是这个方向，然后这个呢，啊，我们就可以把这个乘上，这等于 torque 哈，好，那这边这个东西啊，就是 omega 是朝这个方向了， omega 是朝。大欧米伽哈，好，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写成啊 ，torque， 我们可以把这个式子就写成 torque 等于啊
这两个在一起是 L 欧米伽，这个等于也等于 L cross 欧米伽啊， L cross 欧米伽， OK。L 是这个，哦 ，L 是这个 ，Omega 是这个，啊 ，L cross Omega， 啊 ，L 不是应该是，看看啊，对，应该是 L cross Omega 啊 ，L 在这里 ，Omega 是这个啊 ，Omega cross L，Omega cross L 是等于 torque 啊。Omega cross L， 这个要我们把它方向变一下 ，Omega cross L， 因为它当中都是三西塔嘛，哈、啊。三西塔，那么 L 三西塔 Omega phi 的方向，我们可以写成 Omega cross L。于是我们就得 torque 等于 Omega cross L， 这个是 torque。跟静动的角动量啊，静动的角速度跟 angular momentum 之间的关系啊。好，那么这个是陀螺哈、啊，陀螺。你也可以在这里啊，这里你也可以把它写成这样子 ，dmg， 因为现在它 l 跟 omega 是同一个方向，是主轴，所以 l 可以写成 i omega。这是静动的角动量，啊，角速度，啊，静动的角速度 ，OK。这是陀螺哈、啊，所以陀螺在它这个角速度啊 ，Omega 啊，会快速。如果说你这个一旦这个变小，啊。Angular momentum 变小，这个就变大了，它转得很快就要倒了啊！如果你这个很大的话呢，这个就很小，很小，它就是等于就在这个地方哈、啊，在转啊，它不会绕着这个转哈、啊。好，那么这个是陀螺的运动。那么我们现在再看，如果有一个对称的转动的东西，角动量跟角速度同方向，但是它是两个固定点，那个叫做回转器，啊，叫做回转器。我们现在介绍回转器。Gyroscope 它就像这样子，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圆盘，它的转轴在这里，转轴啊，这两端固定，它如果是这样子转，Omega 是这个方向 ，Omega 哈、啊，那当然这样转的时候呢，我们写它的向量的话，我们可以用这样的表示 ，Omega 向量是朝这里 ，Angular momentum 的向量也是朝这里，这种东西就叫做回转器，它固定两个点，这个叫陀螺，它就这一端是固定在地上哈，不是固定，就是它接触到地上 ，OK。那回转器有什么用呢？我们知道一个物体啊，一旦旋转以后啊，它的 angular momentum 如果不受到力矩的作用啊，没有 torque Z 的作用，这个物体就是
旋转风向不会改变啊。像我们的步枪或者炮弹的子弹呢、啊，它打出去，你有什么办法让它尖尖就是朝前面，而不会打出去翻滚呢？一翻滚，这个就不能瞄准的很好啊！你要它瞄准的很好，就是它不要翻转。于是啊，我们就看到枪里面有来福线，炮膛里面也有来福线，所以炮弹或者枪弹从枪膛里面一出来以后啊，它就是旋转的哈、啊。旋转以后啊，它在空气里面啊，它重力是朝下，朝下的重力其实经过它的转轴了，没有 torque z 啊，没有 torque z， 所以呢，它不受 torque z 的作用，它的 angular momentum 保持方向就不会变哈、啊，就一直往前走，这是来福线的作用，让子弹跟炮弹可以朝一个方向啊，不会改变的。它的方向行进。好，那么我们有一种仪器啊，它是这样子的，它是一个回转器，有一个回转器，我们假定这是一个回转器，它的轴啊，这两端呢是固定在另外一个圆环上面啊，圆环上面，这个圆环呢换一下啊。它这个是固定在这样的一个圆环上面，这也是一个圆环，它让这个画的不好，好，我给它画上去，要让这个画上去，啊，固定在外面一个圆环上面，啊，一个圆环，它用这个轴啊，固定在这里。啊，这两个轴呢，这个轴固定在这里。那也就是说，它本身可以绕这个轴转，可以绕这个轴转，而这个轴是这个环的直径，啊，这个环的直径 ，OK， 啊，它呢，它是固定在这个上面，啊，然后这个环呢，它又在这个。这个画的很不好啊，我重新画一个好了。所以我们在中学、小学、中学都有美术课，对不对？但是美术课都用来补数学了，补国语了，所以都不会画画。到现在我教书，你要画画。就画得不好啊，而现在很多人画一条狗都画不像啊。好，这个可以绕这个轴转，绕这个轴，这个画得不好，应该是从这个地方过来啊。然后这个环呢，它又接在另外一个环上面。
另外一个环上面，这有一个轴，这有一个轴，啊，然后呢，这是一个轴，这个轴就固定在一个大的一个环上面，这个环接下来就装在一个很重的一个底座上面，啊，啊，你这个在绕，这个在旋转的时候啊，因为这个轴都可以自由移动了。啊，这个轴可以绕这个地方转，啊，然后呢，这个轴呢又可以绕到这个轴呢又可以绕到这个地方，这个转，这个可以绕到这个转，这个最外圈呢，最外圈可以绕到这个转，那也就是说，我们一个陀螺这样子哈，它转在这个环上面，转在这个环上面，它可以绕到这个轴转。这个环呢，它又接在另外一个环，啊，另外一个环上面。所以这个物体啊，你不管是底座怎么样子的放，怎么摇动，啊，因为有这个三个环呢，也会跟着摇哈，就让这个东西呢，主要的这个回转器啊，保持同一个方向，保持同一个方向。啊，我们在比如说在航海的时候，我们就用这个做罗盘。啊，你在出发以前把它校正好，它就是朝北方，然后整个东西摆在船上面，你船不管怎么摇晃，怎么样子转弯，啊，它都会始终保持在北方 ，OK， 啊，保持在北方，啊，那这样就不怕你旁边有什么磁铁。还有就是，在火箭里面呢，它有三个这样子的仪器，当它很大，它的 momentum inertia 很大，三个回转器，一个朝这边转，啊，一个是朝这边转。三个方向正好互相垂直，啊，三个方向互相垂直。本来都不转，后来呢？比如说我火箭飞上去了，我要让火箭转弯，有的是靠喷燃料了，啊，这边多喷一点，这边的嘴少喷一点，它就拐过来。但是燃料很宝贵啊，不能随便去喷掉。啊，于是啊，就用这个陀螺，啊，陀螺，因为你本来没有 angular momentum， 好，我现在陀螺往这个方向转，它就产生一个这个 angular momentum， 但是本来系统是 angular momentum 等于零，对不对？所以你陀螺往这个方向转，你整个火箭的外壳就要往这个方向偏，啊，让总的角动量等于零。啊，所以你有三个这种回转器的话，你可以让这个火箭啊朝任意的方向去飞行哈，啊。那么像陀螺这种东西，你们看看书上面哈，啊，它有比较清楚的图 ，OK 哈，啊。那么这个是陀螺哈，啊。好，那么我们这一章啊就讲到这里，啊，转动这一章。啊，就是最后介绍回转器。那么回去一定要做习题哈，回去要做习题。你看我们考试啊，都不一定是我出题目哈，大家出的，但是都不会很难，注重观念。这个观念呢，你不能用背的，你要靠做习题。啊，多处理问题，然后多应用这些原理定律，你就会用得很熟悉，自然就把它记住了啊。然后考试的时候，他不会
原原本本的照书书本上的数字来出题目了，它都会改变哈，它问法也不一定照书上的问法，所以你们做习题要用心一点，然后你要养成习惯，每次做习题，习题上有图，你还要再画一遍，然后图上面要有例图，你再另外再画例图 ，OK。然后你要用到什么定律，你要把这个定律的公式把它写出来，然后再带数字进去哈，记住哈，不要随便乱做，乱做人家看不懂。好，接下来我们就看 next chapter， 叫简谐运动。它叫做 Simple Harmonic Motion。 我们通常都用这三个字母来表示 Simple Harmonic Motion， 叫简谐运动，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运动，它属于一种振动，但是它是有对称性的振动。那么我们自然界的波跟这个简谐运动有密切的关系，我们自然界啊，一个就是物质，另外一个就是波啊，物质的现象跟波的现象，我们这个讲完就要讲波哈，所以这个简谐运动啊，你一定要仔细听的，要不然你的波呢就听不懂啊。好，一个物体什么情况之下它的运动是简谐运动呢？我们说如果一个物体啊，它原来在这个位置，原来在这个位置，你不去动它，它原来静止的，你不去动它，它永远都在这个位置，这个叫做平衡点 equilibrium position， 平衡位置。好，然后呢你把这个物体啊移到另外一个物体，我们把这个当作 x 等于零，这个轴当作 x 轴啊，这个是它的 x 的位置。好，这个物体啊它的质量是 m，它就会受一个力，这个 F 啊是等于负 KX 啊。那么我们的合力好了啊，外力的合力是跟位移成正比方向相反，这个 X0 就是在它的平衡位置。如果是这样的一个力，它受的力是这样一种形态，它就是简谐运动。这怎么说呢？我们现在把这个带到牛顿第二定律里面去。带到牛顿第二定律哈，比如说这个物体在这个位置受 external force，它是等于负 kx 的形态，这是力的原因哈，来源。好，有因必有果，它的果就是等于 ma。这个 a 呢，因为它是一维运动，我们可以把它写成 d 平方 x over dt 平方。好，一维运动我们就先不要写它的向量了。我们可以用正负号来表示啊，正负号表示，于是这个式子啊，我们就可以把它写成 d 平方 x over dt 平方啊，加上 k
over m 乘上 x 等于零。好，这就是它的运动方，就是它的动力方程，动力学的方程。这个方程呢，它很特别哈，它很特别。我们令欧米伽平方等于 k over m， 这个里头的 k 是个常数，就叫做力常数 force constant， 有时候呢称它叫做 spring constant。 你如果是连在弹簧上面的话啊，是弹簧给它的力，我们就叫做 spring constant， 也可以叫 force constant 哈。假如是这样的话啊，那么这个式子呢就可以写成 d 平方 x over dt 平方加上 omega 平方 x 等于零。好，这个微分方程你们当然没学过了，你们下学期或者是明年哈就要学，叫微分方程。这个叫做second order， 它二次导函数 second order linear differential equation 啊。那么它的解呢是这种形态，它的解你可以写成这样子，一个常数乘上 sin omega t 加 theta 或者是 xt 等于 a 乘上 cosine omega t 加 phi。 好，那么这个 a与 theta 及 phi 啊，或者 phi 啊，为常数，是常数，可以由起初状态决定。这个怎么来？你现在先不要管，有一个方法，你把这个式子或者是这个式子带到这个式子里头来哈。你把这个，比如说你用这个、带进来，微分对时间微分两次，再加上 omega 平方乘上这个，加起来就是零，你就知道它是它的 solution 哈，就是它的解。这个也是一样啊，它像这种形态，就是它的位置，任何一个时刻的位置啊，是时间的正弦或者是余弦函数。你写这个跟这个都可以啊，因为你写这个你要决定这两个，写这个样子要决定这两个，一决定了两个。你用两个决定好这个常数，两个式都一样的啊，结果都一样。OK， 好，这个是它解这个方程式它的位置，也就是说，因为它是这种简单的正弦函数或者是余弦函数，它不是 sin 平方，也不是 cos 平方啊，它只是 sin 跟 cos 啊，因此我们称它叫做一式。简单的哈，简单的啊 ，sine curve 跟 cosine curve， 它都是一种啊这样形状的一种 curve， 啊，所以它是一种 harmonic 啊，这种我们称它叫做谐振啊，谐振。这是 x， 这个是 t， 如果是 sine 的话，它是这样子。sin 的话，它
上下对称，然后它是 periodic， 就是一个周期以后重复它的运动。如果是 cosine 的话呢，就是这个顶点画在这里而已啊，就差一个像啊，像差而已。因此我们称它叫做 simple harmonic motion。好，我们现在看它在运动的时候有速度，对不对？这是位置。好，速度显示运动中的速度。好 ，v t 它是等于 d x over d t。好，那么因此呢，你如果原先是用这个，它就等于 omega 乘上 cosine。欧米伽 t 加西塔啊，如果是用这个的话呢 ，or vt 它就等于负的欧米伽 a 乘上 sin 欧米伽 t 加西塔啊，这个单位当然是 meter， 这个也是 meter， 那这个就是 meter。per second， meter per second， 这是它运动的速度，任何一点的速度。那么我们再把这个微分一次，就得它的加速度啊。好 ，A。dv over dt， 好，如果你是用第一组的话呢，它就是负欧米伽平方 a， sin 欧米伽 t 加西塔，因为 a 乘 sin 欧米伽 t 加西塔是 x 啊，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写成负。Omega 平方 x 啊，或者是另外一组啊，它是负的 sin， 所以还是一样负 Omega 平方 cosine Omega t 加 phi 啊，这个是 x， 所以它还是等于。这个啊，它单位就是 meter per second square， 这是简谐运动里面呢、啊，这个物体它的位置、速度跟这个加速度哈、啊。好，那么这个 k 呢，我们要记得这个 omega。是等于 k over m， 或者 omega 平方等于 k over m， 哈，这是好，这个 k 呢，我们称它叫做力常数或弹簧常数。这里叫做力常数比较好哈、啊。好，这个是这样的一个 solution。你这个 omega 呢，你都可以用这个东西带哈、啊，都可以用这个东西带。OK， 好，那么现在我们就来看一看，你用这一组的话 ，a 是什么？用这一组 a 是什么 ？c 它是什么？啊，我们现在举个例子来看一看。
一个物体做简谐运动，好，如果它 t 等于零的时候，好 ，t 等于零的时候 ，x 是等于零，那么 x 等于零 ，v 呢是等于 v 零，啊，那么现在我们要求它 x 跟时间的关系。关系是 v 跟时间的关系是，还有 a 与时间的关系是，啊，要做这个，我们只做一组哈，啊，这组跟这个一样的，我们做做看。好，我们假设x t 要等于 a。sin omega t 加西塔。好，那么我们因为这里有两个起初条件，就是说 t 等于零的时候，它的位置在哪里，它的速度是多少，这个叫它的起，叫做它的起初条件。那我们把这个带进去，好，你还要求一个速度，因为它有速度的起初值，那就等于 omega a 乘上 cosine t 加西塔。好，我们现在把这个啊，将 t 等于零 ，x 等于零 ，v 等于 v 零，代入这两个式子。啊，我们就得这两个微分，得这两个方程式。好，我们得这两个。好，零要等于 a，t 等于零呢就没有了，就变成 sin 西塔。好，这个带进去，就是 v 零要等于 omega a cos 西塔。好，你现在要解这个。好，我们就先看这个式子等于零 ，a 不可以等于零啊 ，a 等于零的话哈，那就什么都没有了，那它就是 sin 西塔要等于零。好 ，sin 西塔等于零。我们说这是 sin 西塔等于零。好，我们就取西塔等于零度。西塔等于零有很多哎。西塔等于派 ，sin 西塔也是零。西塔等于二派 ，sin 二派也是零，对不对？有无限多个，我们取最小的一个哈。好。当你这个等于零度的时候，那么这个 omega v 零就等于 omega a， 因为 cos 零度等于一嘛，啊，所以我们就把这两个解出来了。我们这个写零和弧度啊，啊，所以我们就得 x t 要等于 a。a 是这个，啊 ，a 就等于 v 零 over omega， 所以它是 v 零 over omega 乘上 sin omega t 加西塔，啊，西塔是零，对不起，就是这个。哎，然后这个就可以 ，v 的话就用这个微分就好了嘛，哈 ，v 的话你从这里做也可以啊，这是零度啊，啊，那么 v 呢，就等于啊，直接从这里微分好了。
还是 V 零 cosine omega t 啊 ？A 呢？你再把这个微分一次啊，就是负的 V 零啊，omega V 零乘上 sine omega t 啊 ，OK， 好。如果你当初不是设这个呢，设另外一个呢，值是一样的哦，最后的值是一样的。你设是这个的话，啊，设这个 x 为 cosine， 啊，若加 sin， 好，那么 vt 就等于啊负的 omega a 乘上 sin omega t 加 sin。好，我们把起初条件带进去啊，零要等于 a 乘上 cosine phi。好，这个 v 零要等于负 omega a 乘上 sin phi。 好，我们解这个，这个不可以等于0，等于什么？ cosine phi， cosine phi 要等于0， cosine phi 等于0，它也有好多值啊，啊，我们取正的，最小值二分之派啊，占了二分之三派，占了二分之五派，我们也取最小值，因为这里是取最小的，我们这里取最小的啊，取 phi 等于二分之派，啊，那么我们就得 v 零是等于负的 omega a， 所以 a 是等于什么？负的 v 零 over omega。好，你把这个带回去啊，那么 x t。就等于 a 负 v 零 over omega， 然后乘上 cosine 啊 omega t 加分之派。这第二象限角是负，负得正，所以它就是 v 零 over omega， 这就变成 sin。我们改听，你看这个跟这个一样不一样？一样的，一样的东西啊，啊，所以你起初假设它是 sin 也可以，假设它是 cosine 的形式也可以，你把它的这个值啊，常数值求出来的结果都是一样啊，这个也是一样啊，啊，那 v。t， 你把这个微分好了啊，那它就变成啊，这有个OK， 就是变成 v 零 cosine omega t。那 a t 呢？你再微分一次啊，负 omega v 零 sin omega t， 这三组是一模一样的哈，所以我们要假设一个物体做减弦运动，你就这样假设啊，或者是假设成 cosine 都可以哈，啊，然后你要把起初条件带进去，求它的 a 是什么常数，theta 或者是 phi 是什么常数啊。好，那么减弦运动啊，我们刚才说，因为它是 sin 函数、cosine 函数，这个函数呢很特别，就是说它的 theta 每增加一个二派，又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好，那么它或者说我们说它每经过一定的时间，它又回到原来的状态。它有这个特点，于是啊，我们就来看这个。
我们说原来它是这个值，我们假设这个形态好了，加西塔。好，我们说你西塔增加二分之派还是它，你加二分之派还是它，或者是说它每增加一定的时间，我们令这个时间叫做大T，增加每增加一定的时间还是这个。好，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这两个括弧要相等啊，啊，那么就是 omega t 加西塔加二派要等于 omega t 加 capital T 加西塔。好，那我们可以把这个 omega t 约掉， theta 约掉。好，这里头我们就得什么呢？就得二派要等于 omega t。 好，那么这个 t 是什么呢？ t 我们说每隔一段时间它就重复原来的运动啊一次，那么 T 就等于 2 pi over omega， 这个称为间歇运动震荡的周期，它的 period 啊，它的单位是秒，这个称为 period。 叫周期啊。好，那么再来我们说这个震荡一次是多少秒，那么每一秒震荡几次呢？那么就是 F 就是 T 分之一啊，它等于 Omega over 2 pi， 它是 per second 啊，这个叫什么？叫做频率啊，频率frequency。 好，那么 omega 在这里它就变成 2pi f 啊，它的单位你可以写 radian per second or second 啊，or 这个也一样，写这样也可以，这个叫做角频率 angular frequency， 叫做角频率啊，这个震荡器啊的一个角频率 ，OK， 这是 angular frequency。好，那么这个括弧里头的这个 omega t。加西塔这个叫做向，也可以叫做向角，这个称为叫 phase， 或者叫做 phase angle，phase angle 啊。那么西塔呢，就是初向，或者叫初向角啊，叫做 initial。initial phase 或者叫 initial phase angle 啊 initial phase angle 啊。好，这个是它的一些名词。 A 就是它的 amplitude 啊， A 我们其实就是它最大的跟平衡点之间最大的距离，我们下一次再讲这个，我们讲速度的时候啊，我们再来介绍。OK， 你把这些名称都记起来啊。
这是潜行运动潜行运动里面的一些参数值哈。好，下一次我跟各位介绍速度加速度跟位置的关系。我们礼拜五晚上还是要补两堂课哈，要不然进度跟不上别人哦。啊，我是给你们讲得很仔细，啊，没有办法，我们一定。